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我这边是在加拿大嘛，然后刚刚看完了这个国足的这个比赛嘛，我这边是11点钟，国内应该是凌晨2点钟。我来，反正讲一下这个比赛吧。看完这个比赛，我就觉得这个心情有点五味杂陈吧，也不知道这个实力差距，就觉得这个丢球。上半场的丢球，还有这个最后时刻这个丢球，让我觉得有一点心酸。就看到刚刚我看到那个郑智哭了，我有点心酸，然后就是心里觉得很不好受，就觉得我们还能赢，我们丢的球都我们的失误。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？我会有。我上半场看完这场比赛，我就觉得我们是可以守住伊朗队的。虽然有一个伊朗队空门，就是用舌头舔能舔进的球没进，这咱是运气。但我就觉得上半场，我觉得中国队还是应该有机会的，防下来，有没有机会进一个呢？那个球就郝俊敏那个球啊，他没传给后面的刘洋，我觉得有点可惜，但是已经非常好了。我就说说这个伊朗队有多强吧。又来说伊朗队有多强。昨天我就说了，赛前的时候我就说，但赛后的时候你就知道，这个队伍的进攻套路非常多。你看，他有45度炸，有边路传中，有中路渗透，还有边路倒三角，而且还能用身体，就是他又有细活又有粗活，粗中有细，细中有粗，这么一个队。在亚洲范围内，他基本就是碾压所有队。我在这儿呢，我还顺便预测一下，我觉得今年亚洲杯的冠军，伊朗队，因为伊朗队太稳了，真的太稳了，稳到一种程度。你看看今天除了一开始那个射门，一开始的郝俊敏那个球，我认为是对伊朗队有威胁的这么一个球，还有吗？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就是说，中国队下半场就30分钟丢完第二个球之后，其实中国队一直到89分钟、90分钟除了补时被进那个球，中国队表现的都是游刃有余了。因为你看里皮也坐下了，里皮上半场开始还站一站，还喊一喊，但到最后已经不喊了，他已经坐了，观战了。里皮也知道这是最后一场亚洲杯比赛了。里皮也知道这是他带执教中国队最后一场比赛了，他也就是有点释然了。场上的队员呢，我看放开了，一边拼，而且一边敢做动作了，这都是中国足球的优点。我要说，我一直是鼓吹中国足球，但是问题真的不是场上这11个人可以解决的。我们每一次和伊朗队、和韩国队、和日本队、和澳大利亚队。和这些传统的亚洲强队还有世界强队在过招的时候，我们都看到了我们自身的差距。但是我们每一次是怎么应对这个差距的？差距在那里，差距不会用一场比赛、两场比赛赢了韩国就去减少，或者赢了伊朗。差距是什么？那作为主教练知道有差距就不打了吗？他需要打呀。差距归差距，比赛归比赛。这是董路老师说的一句话。我想说的是，中国队除了有点失误，我认为这场比赛真的可以做得更好。当然，那个失误，这个你和强队打比赛，你就不应该有失误。你再有失误，这种低级的失误，你再打强队还是怎么打？韩国队打德国队世界杯的时候，2-0，一场比赛。进的2个球都是在什么时间点进的？89分钟，一个角球过来，还有孙兴民空门，就反击了，德国队全线压上了。韩国队用最笨拙或最简单或者最丢人的一种方式赢得了这场比赛，但是赢得比赛就不丢人了，赢得比赛就不是一个丢人的存在，对吗？我们一次次减少差距，就是一次次要赢他，不是我们每一次输了，我们去论差距。那我们在比赛之前，我们就应该去认识的，比赛之前就没认识到这种差距吗？比赛之前你就认识到这种差距了，
但是那就还要比赛，你在比赛当中你要做的比对方更好，你才能减少这种差距，在这种差距不在比赛上去体现。这场比赛，里皮又是在赌博，但是如果是我也会去赌博，但是就没有更好的方法了。你是里皮，你2000万的年薪，我多少钱啊？咱们两个的思维如果是一样的话，那还要您干嘛呀？对吗？我觉得球员表现得非常好，虽然冯潇霆有失误，我就看到球迷群里有很多骂冯潇霆的人，我心里很不好受，因为我觉得冯潇霆岁数这么大了，如果中国队没有冯潇霆，没有这些后卫，会是什么样？如果冯潇霆这几场比赛不打，冯潇霆。你还能中国？你还能找出比冯潇霆更优秀的中后卫吗？你找不到了吧？你真的找不到了。我这就随便在家里直播一下，这个光线可能不太好啊，就请大家。我想说的话很多。中国队应该珍惜与这种世界强队交手的机会，顶级的强队交手机会，这种机会太难得了。真的太难得了，每一次这样，就是赢不知道怎么赢的，输不知道怎么输的，就很让我无语，你知道吧？结果我们大家预料到，全中国14亿人，只有7895个人意识不到，剩下人都意识到了，这场比赛会输，我也意识到了。我之前朋友圈发一个，说这场比赛赢了我发红包，因为我知道他赢不了。对吗？结果预料到了，我就觉得这种临场的球员的这种处理能不能更果断一些？这个是球员自己现场发挥的不好，临场发挥的不好，还是说是主教练有安排？这个我就不从而知。我觉得在关键球的处理上应该，当然这些球员下一届也不会再打了，这也是他们最后一届了。尤其冯潇霆啊、赵旭日啊，这都。赵旭日绝对改过年龄的人，我觉得加油吧，中国队！我们3月份的中国杯，3月份的中国杯，9月份的40强赛，我们再见，OK，拜拜。